我刚看完牙医回来，就是去看那个矫正的。然后呢，我刚还很怕说去看牙医的时候，医生问我说这边怎么了，是被老公打还是怎样？但其实不是，是我昨天帮 Bushi 梳毛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他不太喜欢梳毛，然后他就是脚在踢，然后就踢到我了，因为他不喜欢梳那个屁股后面那边的毛，然后。对，他就一直在挣扎，想要我让他走，然后他就踢了我一脚。Sit，我来。小一点。刚刚又去拿了一个包裹，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我从 Jin 上面买了三个东西，一个是灰色的毛毛，然后还有两件外套。这几件都是他们前一阵子特价的时候买的。给你们打开这个大外套哈。我买了一件深灰色的羊毛外套，然后我还故意再选，就是我平常穿的 size 再大一号，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有那种 oversize 的感觉，我一直在找这种很 oversize 的大衣。然后第二件是这个黑色的皮外套，然后还有带一个。就还附有帽子这样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的帽子，再来看，哎，还蛮好看的，我喜欢，可以可以，就戴起来不，我戴起来不会很像那种生病了，因为我觉得有些帽子我戴起来就是看起来很怪。可这个不会，我觉得好看，而且脸看起来比较小。下了好几天的雨，然后今天终于好天气了。Bougie，拜拜，我要出门喽。拜拜拜拜，我们出门啦！因为最近这一两天就是好天气，所以我就跟 Michael 说，就是我们打扮漂亮，穿好看一点，出门走一走，要不然很浪费这个太阳。现在先来另外一间台湾人开的店买豆浆，前几天买的那一罐喝完了。你要的话就很好，那你也可以买那个汤水啊。
刚刚买了豆浆，然后看到他们有黑糖馒头，所以也买了一包，一包有六颗，一颗一块钱。我们到 Bellevue 了，来这里的公园，然后还有等下去他们的市区走一走，有一段就是有很多小店，就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对，走吧。我今天还穿了我前几天收到的外套，帮我拿，拍给大家看，这样子，很好看。我们来到了一个有钱人的 park， 就是有房子都住在那个岸边，还有那一边。然后呢，船很大艘，超级大，基本上大家都有一艘船。这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街，就是有很多小店，可是就这样稍微经过逛一下而已。我们后面那边有很多餐厅，然后刚刚经过的时候都超香，就很想去吃。可是呢，就是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我们都还不敢在外面吃饭，等到疫情过后再出门吃饭吧。真的好香哦 ，My God！我们来 mall 买 Cinnabon， Michael 肚子饿。哇，难道你也喜欢吃吗？被你影响了，真的。现在被我影响，喜欢喝酒。第二个是生的本。嗯，因为我不喜欢吃味肉桂，我讨厌肉桂的味道。所以什么 chai tea 对不对？ chai tea 也会加那个，也我也不喜欢。